秋冬季节最适合品尝什么样的料理呢？走一趟成功，本周末可有好吃又好玩的等着您。大概多重？100多公斤吧。100多公斤。各位台东的乡亲，大家好。在这秋高气爽的好日子，也是品尝美食的一个好季节。在11月24号，也就是这一个星期六，那么也是我们吉成即将到来的日子。成功镇农会在24号举办了一场吉成的品尝大会。那么在成功镇农会超市前面，一整天都有办这个吉成品尝的这个活动，直到晚上9点，内容非常丰富。在这边邀请各位乡亲能够来一趟成功之旅。那么在隔天25号，紧接着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盛事，也就是七一祭。那么七一祭在成功镇的海滨公园，从早上10点就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即将要展现给各位台东的乡亲。11月24号、25号，欢迎民众前往成功来体验鲜甜的脐橙以及肉质 Q 弹美味的奇鱼料理。东台新闻部温格的采访报道。